第一次来四层，这层为什么显得这么矮呀？好像走在防空洞里面。两个还挺像，挺蛮好看的。你别不看数学。买了两杯咖啡，去 Krasnaya Bele 买了坚果，还有一个 Nachos， 这个 Nachos 还挺好吃的。这段讨论很有意思，
是里面一个角色和他的同事聊天啊。主人公答道，这么说，成功税来自嫉妒，失败税来自剥削，好吧。索罗点了点头，好像他开始明白了。那平庸税是什么呢？为什么？问得好，年轻的绝地武士。平庸税来自你和所有知道你平庸的人，这种税比你想象的更沉重。